天空一片雾茫茫，清晨天才刚亮，宇宙不停的下，路上积满雨水，机车骑士行经，不仅溅起大量水花，上班尖峰时间，用路人也都冒雨前行。现在你看一段当时情况。受低压带影响，高雄十二号清晨下起大雷雨，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，目前三小时累积降雨量以小港区七四毫米最多，最大时雨量是仁武区44.5毫米，达到淹水二级警戒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最近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，高雄也有局部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。而在台南地区也是一大早雨就下不停，也提醒民众出门骑车时务必小心再小心。